们的队伍像太阳。二十世纪中后期，那四小龙的发展都是什么？集权，脚踏着祖国的大地。汉语说，我是中国人。我是1990年12月26日生。和毛主席一天，似乎是就是冥冥中的一种力量。毛泽东的气质搞个飘扬。我自己的唱牌看着，人们都说一般音乐是来自美国，但是让他们知道大洋彼岸的东方也有我们自己的声音。上了呀，上了呀，上去！上大学一定不能堕落。他们都说上大学有两件事一定要做的，一个就是进学生会，另一个就是谈一场恋爱。我不是一个很善于表露感情的人。会有吗？单词都认识，不告诉你我不知道。不对，我认识店长。时间就是一把杀猪刀，就像是一刀一刀的剁，一刀一刀的切。我死了老子！起来！是谁带领了人民再造中国太平盛世建设？那就是中国共产党。